柯P说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我是同意的。我也知道为什么柯P会这么沉痛地说这句话，但是要讲新潮流之前，我要先为民进党的创党元老给他们一点肯定，因为他们当初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跟贡献，我们不可以抹杀。新潮流的养成跟一般家天下的养成不一样。什么叫家天下？就是老爸传给子子，老母传给子，这种政治世家，这个就是家天下。新潮流的养成思维，它更迂回更隐秘，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派系，所以它会不动声色，不着痕迹抢资源占位置。阿伯，我这样说对吗？对，我若讲唔对，你爱讲哈，因为你元老呢，哈、哦，好，哎、欸，我讲啊对，啊，所以呢，民进党他通常会用政治正确，还有一些理想的阐述，他来吸纳有从政资质的年轻人，然后呢，提供一些机会跟资源。还要观察他们有没有积极努力奋发向上，为派系的利益护航，然后敢辜负选民。再来，还没完哦，还要一次一次的审查够不够努力，能够不问是非为政党护航，还要攻击政敌。你如果这三项都有的时候，你就步步高升。他们培养人才的管道有三个，如果你通过这一系列的考核之后，你就进政府做官员。第二个，前辈会介绍金主资源给你，让你选议员。如果你的背景又够大，有特殊背景加持，你甚至于可以直接从选立委开始。所以呢，各位，当这些年轻人拿到权力之后，请问你，他会回馈给政党，还是回馈给选民？他会回馈给一路用奶水喂养他长大的政党，还是他会回馈给把票投给他的选民？这一题请你不要用大脑想，请你用膝盖想就可以。他回馈给谁？政党。有奶便是娘。所以很多选民误以为民进党的年轻世代是有改革的力量。错，你只是多选了一个橡皮图章而已。越年轻越没胆，不信你问吴佩益，他敢批评农业部吗？批评一句就好，他敢吗？我虞美人是连剖七篇脸书叫陈吉仲下台，为什么我敢？因为我是独立参选人，叫小贺。独立参选人就是有这个底气。讲到独立参选人，我要稍微解释一下。民主制度底下，政党政治是必然的，但是一个政党规模大到太大的时候，它的改革速度是缓慢的，所以必须透过外面的这种单点的一个突破才能够做出改变。所以呢，独立参选人的角色就是要针对这些政党操作太久会产生的盲点来突破。那我刚才讲完了派系养成的一个方法，那我就想，派系明明民进党这么多派系，为什么柯P专挑新潮流啊？接下来就要你要帮我说了哈，我有讲说你要讲一下。来，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派系。有没有听过英系？好，英系的老大是谁？有人说陈明文啊，有人说蔡英文。好，有没有听过苏系？苏系，苏系啊，啊，老大是谁？苏贞昌啊，因为是傅传女，所以以后会是谁？苏巧慧。郑国会，哎，老大是谁？五郎公林佳龙，马五郎公游锡坤。啊，我请问，哎，新潮流的老大是谁？新潮流没有老大，新潮流有一堆大佬啊，有公主，他没有主公啊、哦、啊！所以呢，
他从党外时期，他就是打团体的精英战，所以他的内聚力是很强的，外面的人是很难通过审核进去的，他会一挑再挑。所以为什么我说柯P看到问题的核心，因为新潮流会让我们害怕的是因为他是精英中的精英，新潮流就是民进党的大脑，所以为什么讲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以上有要补充吗？哦，讲对哈，好，接下来我要讲黑箱。啊，刚才有人给我破梗哈，哎呀，来来来，箱子拿上来。阿杰你好，哇，啊，有黑箱，有龟卡呢，挂龟卡，来，给我龟卡，哎，等一下，你卖搞我破梗，要帮你开吗？哎，哎，都有都有哈，因为有的大箱，有的小箱哈。今天是来抽奖吗？不是，尾牙还没有到哈。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个是执政党的黑箱，执政党的黑箱也有品牌，它叫民进党黑箱。民进党黑箱啊，你跟我讲这个台上有几个黑箱？三个，三个哈。啊，那都是你社会惊无头，有些箱子外面是白的，里面也是黑的。好，各位，这一箱是光电跟炉渣，我不要轻易打开，因为会开枪。啊，这一箱呢，就装一点蛋啊、肉啊，好不好？好，蛋跟肉，好不好？啊，有些是封存30年的，我们就装一箱好了，好不好？好，好。啊，这个就什么高端啦、啊、快筛啦、啊，哈，啊，这个也给它装一箱，哈。其实不够装啦，好，还有很多，你们自己上 Google 去查。那我今天是要来介绍，哎，都有哈，这样好拍吗？我今天是要来介绍黑箱的内容吗？不是，我今天是要提醒各位，黑箱有多可恶。黑箱令人觉得可恶之处在于，弊案就是黑箱的结果。陈吉仲、林聪贤下台了。下台之后问题有解决吗？没有。我们有得到真相吗？没有。这就是问题，问题就是这个政府不相信人民，他不愿意把真相告诉人民。各位，我们都是爱国家爱家乡的，只要对国家对家乡好，人民都是愿意配合的。可是这个政府不告诉人民真相，他会用一些好像对你好的政策，可是听起来就是不正常。哦，现在不能讲不正常哦，会被中山大学的女大生哈、哦，我昨天脸书发了之后，我就说完蛋了，他我看那个样子就知道他已经会被网络霸凌啊、哦，所以各位有机会去声援他一下，好不好？哈、哦，他只讲了什么不正常，这么多不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黑箱，所以。剩3分钟，好。所以，各位，没有真相，黑箱的最可恶的地方就在于，最大的灾难就在于，没有真相就没有自由。真相是自由的基础。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如果没有真实的真相来做依据，我们无从选择，所以多少次我们都是被迫选择。所以我才讲，没有真相就没有自由，而黑箱的可恶就在这个地方。我再问大家一次，没有真相就没有什么？没有真相就没有什么？对，所以明年的1月13号，各位，你的选票就是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妖魔鬼怪通通让他现出原形。我们要打倒民进党这个黑箱专卖店，好不好？谢谢。啊，我这些箱子怎么办？那我们来办个现场的摸奖摸彩，好不好？今麦个比赛啊，今麦这双击个比赛，啊，只有炸弹啊。OK， 好，谢谢，谢谢。好，来来。